प्रभु नित्यानंद श्री अद्वैत गदाधर माता जी गौर भक्त हरे कृष्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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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ह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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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रा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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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हरे। गुरु वैष्णव जी दर्श जिसे प्रजा मधुर सब है और लता जी फाना चमे अत कुरु कात अकुला ना मोई आजा यमन हम मोई जी फां जब आते थे मन चिना तब फिर चमे अमेज चांद हो ला जी फां ने वो शायद मुझे आता था जी जो चुना कृष्ण बलराम जो नाथ संत जी लोग सही ने तब मसाले तो शास्त्र को जो चुना जो किसी उम्र है ला कृष्ण आसास कृष्ण मो नाथ लोग सही जो उधर ला कृष्ण तो शास्त्र को ताता लोग दिखा 他告诉甘萨，他说这个恶魔，绿魔，我看到奎夏在山上一个人，完全要把他杀死了。奎夏非常高兴，在不讲，睡他十八堂，十八一起摔跤。 他非常高兴，母女同母女姑娘在一起玩耍，在空气中生活。有时候他总是跳舞，他总是在跳舞，有时候在看电视，他都想跳舞。谁看不着呢？在心里面呢，听人呢，那都很伤心。在晚上时候呢，去到阿库拉那里。 哦，阿库尔，我有做一件事情，我会永远感激你。阿库尔说：“哦，甘萨，你是王，是服侍你，服从你，而是我的责任呢。你只要给我命令就行了。”他说：“你把库什巴拉姆带来的门大王吧，你坐在我的房间门侧，把库什巴拉姆带来这里。” 所以他们是要藏住库什，他如果逃脱死亡，逃了，我自己本人呢？ 就会亲自面对他，把他们杀掉。阿库尔说：“亲爱的弟兄啊，你是国王，你要做的就做吧。哦，亲爱的朋友，你听着。阿库尔呢？给康山。” 一个人，无论呢，哦，是成功还是失败，无论是失败，无论痛苦的时候，都保持呢，心意的平衡。所以呢，阿库尔呢说，哦，那我过来吧。先给师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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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这种感觉就是不想把他们是个小孩，有时候呢是觉得他们是自尊主能力，而不然他们是安娜的事，他们很容易就发思考不上。而古人呢
受到了这些呢？这些而失去的来回的震荡呢？他说：“哦，这两个兄弟可能能够杀掉库什卡姆萨，我是呢，哦，可能他做不到，可能他们杀不了卡姆萨。”阿库鲁，谁能荣耀库什卡姆萨呢？从他莲花球呢，恒河呢流淌出来，通过触碰到莲花球程度，它变成了石头。我们现在呢，时间在莲花球呢，变成色相。所以呢，哦，克山莲花球呢，充满色相的味道，因为它呢触碰了克山啊穆尼坤的胸前。我看到克山经常改变格局，他在多高是非常富裕的国王，但是他现在他视角心就这边的。在那啊，狂神灵，他呢就接下来这里就拿来呀，这个架势啊，这个富裕。阿库兰说：“可是他会怎么带我呢？可是他可能会向我顶拜，或者是拥抱我。我不知道他对我怎么做，怎么跟我回应，或者认不认得我呢？”我只是跟啊，想想啊，叔孙就过来了，想想，笑着抱着我。但是库什离开之后，他做的是什么？真的非常不幸。当阿库拉离开宾达门，到达宾达门之后，可是巴拉姆看到他们，向他顶拜，拥抱他，然后说：“舅舅，你是不是进了忘记了我们？是不是都不记得我们？很多年，很多天过去了，你在哪里？我们很高兴见到你。”然后呢，眼泪呢从阿库罗呢那里就滴落了。他说：“哦，库什巴拉，除非呢你来到托马托拉，我是代表可以不能够被救。所以马托拉居民都在呢受苦，请呢救他们。只有你才能做到这点，只有你们两个人才做。”说库什巴拉姆告诉他父母亲：“哦，妈妈，我今天去了，明天可杀了卡姆萨，后天我就回来。”但是妈妈不想让库什巴拉姆去了，他想把库什兵引起拦起来，把他呢放在他心中，他想阻止库什去马托拉。但是她是个女人在伟大境里面啊，女人不能够阻止啊。她儿子心动，她只能啊顺从难达的计划，让库什跟着啊库罗去了。那时候他告诉库什纳：“哦，库什纳，你忘记我，我帮你呢，绑起来，我是不是要打你？用棍子打过你，请你啊忘记这一点。”可以说：“妈妈，请不要哭，请不要用这样哭。哦，爸爸，如果你们这样哭的话，
我呢没办法能完成的，干不杀掉，干不杀掉用，请不要这样哭，不然我好会非常沮丧。那爸爸不能明白为什么甘萨把他儿子招过去，那爸爸说他只是把这个下教去，是做了这个公牛祭祀，做完了后就回来，但是那德大军非常单纯了，他不知道呢这个甘萨的儿子计划。两个小姐来问那姑娘的时候，她说你们所做的是什么呢？你放弃了我们所有人，当然一个人扯断了关系之子，就像了一个男孩子，他把这个沙滩下的建的城堡呢推掉，你难道是要跟我们扯断关系吗？你不能这样就离开了。我的姑娘呢跟库什亚说了争吵争执，说她不应该离开，所以我的姑娘上次了所有的，我开始甜美的笑语唱歌 Govinda Dham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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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hamma， 他们跌倒在马车前面，哎，我打不到，哎，马达吧。能听到吗，哈利波？能听到？我的姑娘说：“哦，难道了，别去了，别去了。”可是从马车上走下来，他的安慰我的姑娘，我的姑娘有的已经失去了知觉。他爬上了马车，他们来到了阿库鲁卡这个地方。阿库鲁卡呢？来到这里啊，下了亚莫纳河，下到水中去摸鱼。他唱的呢，奥克什巴拉呢，成为呢达赖呢，安德森出来后呢，又看到两兄弟呢坐在那马车上。再次他们回到水中，看到刀姐成为安拉扎德，奥克什成为帕拉曼拉帕，主使的形象。他们就像外昆达，他们就像库什就像外昆达的主人，不是哦，穿着黄色衣服，四个手臂啊，分别自由了，还有莲花瓣处飞碟等等，胸前挂着 cos 宝宝石，库什完全确信了，他呢啊是哪里人，他肯定能够杀掉卡姆萨，卡姆萨呢？可是他们去了马图了，杀掉了卡姆萨。巴伦德夫呢，还随身，他进了水中，他错误的时间让德大军进了这个水中，所以他被带到了这个水深的地方。那大军呢被带到了阿巴伦呢水深那里，他去那里看到这个富裕，他以为是外昆达。那大军呢他告诉了牧牛人，他说我的儿子也去到了水宫啊，龙宫里面被那水深的崇拜，所有的牧女童就是要告诉男的大军说我们不去呢，我们去的不是外昆坦，是去的阿维纳德。男的大军说我现在想看外昆坦，就是呢带着男的大军和所有牧女人去的外昆坦。
实际上呢，在这个家啊这个门口那里呢，他们被挡住了，拿着大旗，拿着大旗，他们吃了啊，巴加的居民，巴加居民的话语，拿着大旗，还有个呢。说的说门的人都阻挡啊，不要叫居民了进入，但是呢外国的居民说了，你们只是普通的牧牛人，你们只会放牛，你回去你们不要叫吧，这是外国的，你必须呢有更好的啊这个规矩才行，你不能够这么靠近拿来好学会有点教养。维达文在哪呢？每块石头呢都比人多呢，圣地还要超过，所以巴加呢甚至超过瓦库塔多卡阿里多尔卡西等等这圣地，因为是万圣地呢。所以实际上我们去到这个地方，我们需要时光呢都在这个地方扎实，在这古代的指导下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沿着小时光呢古代的扎实，我们在小时光乌德巴呢也去到所有这个地方，他拥抱这些地方，他触碰这地方的尘土，乌德巴呢光别狂喜，他本来来一两天，但是呢却待了六个月，所以我们来这地方向这地方我停拍。